那去看一下鹿川猪啊，有朋友问我哪里有鹿川猪卖，他想卖一头回去宰啊，因为中秋节快到了，他要聚餐杀猪啊。刚好呢，我前几天去干活的时候，发现有一户农户那里养有这个鹿川猪，现在去看一下，看看这个大的有多大，看多少钱他卖啊。现在吃饭，走。你宰他吗？我手边有呢。来，赶紧搞个筐哦。这么大啊？我这是呢。毛孔，不打对，毛孔。给。我那鸡来这个不？有咬的不？有8根的不？可能有8根的咬的。有2、3根水啊，水有的。有那大块有。我那鸡一个是买的。啊？可能你有吃个的，给多少根的就好买？给多少根呢？嗯。我记住我哪年来飞楼了给飞楼了飞机啊飞了3天去问几个忙累积单那个劲哈我买不起我没给毛转的累积单天个劲买吧哎累积单天个劲冷静那天冷静买没冷干买啊冷静买个呢我就得冷静买一个对你得来了弄了楼里得讲小钱我说毛买没得我说毛买的嗯，我讲看到年嘅一下就出，哦，系咪咯？系，到年嘅毛贵啲啦，我谂到个年几攞只，你攞只就，跟住一股人一股就有啦。系，嗰啲猪又，系嗰啲猪又好黑嘅，嗰啲猪毛同嗱啲黑料嘅猪，我啲毛咪又黑料嘅。嗰两只生化嘅咩啊？嗰啲麦皮。嗰啲配到嘛？嗰啲啊？嗰啲。吓？我的先去拿。我的配到吗？配到了。配到了。我买都买到千几啊！给啊三百，给百几。一本都同三百本嘞，没办法了，大家就干贵啊。哎。我三百本呢。哦，刚刚听大妈说，她这两头母猪。刚抓回来那时候才12斤，就要2000多块钱一头啊！干嘛这2000吗？你干嘛买的两千斤？他说起来都说亏死了。现在这些小母猪，10斤左右的这些小母猪也是200多块钱。他说啊，抓了这个母猪亏死了。这边这些大猪。前几天有人过来给800块钱一头的，他说太低了不卖。现在我们跟他谈一下，给高一点价格，看他卖不卖吧。你没买过鸡吗？买过，买了3只吗？哎，你抓机会给买了3只干嘛？哎过。买了3只。哎，买了鸡，买了3只干嘛？我淘到吧，好吗？哎，2斤的问题。七百蚊一只，那是多，分支冇用嘅。